网上出现的普与神秘金发女郎亲嘴的新照，金发女郎澄清两人只是朋友。据12月14日报道，约翰尼德普 Johnny Depp 自愈海王 Aquaman 女星艾梅伯希尔德 AMBRHERD 2016年离婚后一直未有新恋情。近日网上出现一张德普与神秘金发女郎亲嘴的新照，引来网友热议，猜测德普是否找到新欢。不过金发女郎 Leticia Fry 叫粉丝不用激动，她只是德普的朋友。她在社交网站上传了与德普的亲吻照片后，再上传两人并排合照，澄清他们出席摇滚歌手有人 Alice Cooper 举办的慈善活动。德普捐出两件物体，筹得超过$50,000，34万人迷你专题。他还加入神秘金发女的标签自嘲一番。